感谢横尾太郎先生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痛苦，你他妈不是人，横尾太郎不是人，好过分，这剧情虐的我真他妈吐血了。次のユニットの場所を地図にマーク。有了肉，有了魂，还需要有什么呢？灵吗？这在哪里呢？游乐场。哦，这好像是游乐场里。太郎，你不是人。这不会是歌姬那里吧？歌姬这个剧情虐了我他妈一遍又一遍。横尾太郎先生，请你对我们粉丝稍微那什么一点好吗？留一点点情面。场不知疲倦，周而复始的宣传，他妈不要再读了。Yoko Taro-san, for all the pain I'm going through now, I'm having severe mental trauma. Kami-sama, Kami-sama.ポッド、機械生命体がどうして同じ種族のパスカルたちを襲ったんだ。スカイナイナ。水質液晶、機械生命体の現状について、さらなる情報の収集。
何が起きてるんだ。不明。その大型ユニットってところに行くぞ。哇，这太阳雨下的，属实很有新加坡的风格。在那个里面遇到了9S，然后两个人打起来了，是吧？他们俩打起来，那应该的确是9S没有赢面，毕竟人家是扫描型机器人，这是战斗型。哇，这小朋友的那个什么，已经的确是不太好了，这个精神状况。觉得被剧透了还是很不爽，但我觉得可能不剧透我也能猜到最后的结局吧，因为
但是被剧透了还是很不爽。我不讲话都不过脑子的吗？真好烦啊。我他妈这个游戏第一次打的是2019年，现在2022年了，我3年都没有看过任何剧透。我看攻略的时候都反复找了没有剧透的攻略。妈的，莫名其妙就被剧透了，好他妈烦啊！讲话不过脑子的吗？我最讨厌云玩家装硬核了，比非玩家还讨厌。我觉得到最后9S 都觉得因为杀了最多的机械生物而得到奖励，就这个东西挺黑色幽默的，他自己都这么觉得。就挺不容易的，我觉得那些鼓励杀戮的游戏本质上也有一点精神变态。哇，这些都是巨大的 black box 吗？应该是那个里面的山埋过我吗？老是朝向不同的方向。
悲伤，但是我还没忘记坚持。
个塔里的都是普通的机械敌人，因为它是在沉默都市那边。第二个塔里面都是就是森林里的那些就是穿着甲胄的，就是假装是皇室的那些这些生物，因为它是在森林里面。然后这一个就是游乐园里面的机械生物，因为它属实是在游乐园里面。这三个地图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诚意的，就是在游戏的后期呢拿出新地图来这件事情。尤其我们都知道白金工作室是一个比较穷逼的小工作室。这边还有东西吗？而且这一座因为奖杯可以买，所以也不需要搜刮，我觉得就其实挺好的。但是尽管奖杯可以买，但你也要忍住耐性把同样的剧情翻来覆去的看个三遍，从各种角度看个三遍，我觉得对于玩家的要求也不算特别低吧。我他妈的开始头痛了，喉咙痛牙痛头痛，妈的鸡。オペレーターさん、そんなオペレーターモデルがどうして。
エトゥ。優しい人に、優しい人になってほしいと 2B は言っていたぞ。お前が、お前が 2B の言葉を語るぞ。さっきの子は報告、夜の機体隊員 S は現在スレート日本夜の部隊を裏切った A2 が隊員 S の状態に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的是 D 控，好吧，是夏娃，就是说横尾太郎，你杀了我吧，这条狗命我给你，好吧，你不要这样折磨我。哦，我就是说，这个简单的表达一下我的想法，就是我属实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的那个机器人是D控，就是我不是是胸控，就是我们可爱的小胸控，我们可爱的欧多多，好吧？就我们可爱的欧多多，就是出来之后还在喊你讲，然后被打死了之后，出现了那么多小的欧多多，我当时把那个自动射击就是关了，我就希望就是不要打他了，但是最后没有想到你在飞机里面把他们全部打死了，就是说横尾太郎，我的狗命给你，好吧，就是你直接杀了我好不好，你不要这样精神折磨我。哦，这个游戏怎么是人做得出来的游戏啊，你跟宫崎英高跟你比起来只是一个理工男，就是哦，狗命给你好吧，不要这样虐我了，太虐了，我操我眼泪都出来了。哦，
ボディユニットチェック完了。メモリーユニットチェック完了。メンテナンスモード終了。ヨルハキ対 9S 起動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、 9S。 僕は敵大型ユニット内部での戦闘時にユニット構造物が崩落、落下したヨルハキ対 9S はダメージを受けたため緊急サスペンドモードに移行。墜落地点付近は危険と判断し現時点まで搬送。現段階で全てのチェック及び再起動を完了。オペレーターさん、遭遇したモデル 210 は死亡。ブラックボックス信号も停止。そう、現状報告。塔にアクセスするための認証キーを入手。規定数のアクセス認証キーの入手を確認。塔の調査が可能な状態。わかった。
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9S、来ると思っていたよ。ここは私たちが何とかする。君は塔への扉を開いて。フッデモル、ポポル、どうしてここに。約束しただろ。あ、何言ってるんだ。 9S、今のうちにハッキングして。わけがわからない。詳しいことは塔に入ってから説明するから。9Sはハッキングに集中して、こっちは任せろ。
以上が旧時代に管理者と呼ばれた彼女たちの個人記録だ。そう。疑問、なぜアンドロイドデボルおよびポポルは常に同時に死を選ぶのか。当該状況からの単独離脱は可能であり、君に理解できないことを祈る。了解。疑問、なぜこの塔に入り口が用意されていたのか。資源搬入は上空から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。外部からの侵入路は用意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不自然。予測、罠。罠でも何でもいい、皆殺しにするだけだ。